Larkin team. Sir, 除咗阿成肥威之外，其他人都跑完啦。OK， 唔該。 仲有兩個圈咋，兩個跑得過算啦，好嘛師兄。喂，等埋啊喂，等埋啊！呢幾個咧就係我嘅好朋友啦。我叫阿成，係個名副其實嘅hea友，得閒除咗彈下吉他就係翻 Air Cadet。 高健威同连振轩系我喺中队入边嘅老死，肥威系一个搞笑嘅肥仔，除咗食、瞓同埋搞 get 之外，佢最爱就系 engine 噶啦。大家冷静啲，身为一个 engine 仔，有一把士巴拿旁身系好合理、好合乎逻辑嘅。呢一个故事除咗有肥仔之外，梗系唔少得男神噶啦。连振轩无论系体育定系读书，佢都屈晒机。 连平时个款都赢过人，简直仲犀利过啲全能嘅高登仔添。除咗佢系中队嘅 in charge 之外，佢第日仲想做飞机师添，所以佢就同想做维修员嘅肥仔日日都倾飞机，唔知啊，仲以为佢哋系嘻嘻添啊。最后就系我由细识到大嘅张子玲，即系嗰啲所谓咩青马竹梅定咩青梅竹马嗰啲咧，佢系我识咗好耐嘅朋友兼同学。当初就系佢拉我入嚟 Air Cadet 噶啦，我成日冇锁时事喎。由细到大，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几好嘅女仔嚟嘅，又识关心人，又做咩都叻，个个都话佢第日一定系一个完美嘅空姐添。相反我咧，唉。啲音乐整成点啊？就三日星 call 喎。放心啦，有音乐小神童喺度，点会有问题呢？即系咪真嘅？ 系喎，咁你有冇参加比赛啊？咪玩啦，听日仲要通顶整埋个报警佢，边有时间准备啊？其实你自弹自唱都几型啊！喂 ，Michelle， 头先咧 G M 好似话搵你倾嗰个 SingCon 听日个 run down 啊。哦，好啊。喂，哎呀，喂，成啊，点啊？ 我唔覺得咧 ，Michelle 同埋 Glam 好似有啲嘢啊。係咩？我以為你同 Glam 有嘢啫喎。咁 Michelle 人又靚，做嘢又叻 ，Glam 揀佢唔揀我都好正常啫。你都知自己冇行咧。嘿，講呢啲，我冇行唔通你有行啊？黐線啦你，我同你都係 forever alone㗎啦。係咯，衰鬼 forever alone。 听日啊 ，Aero Model 咪同你一组咯。吓，唔系嘛？仲谂住同张子玲一组嘅添。喂，阿成，发个梦未啊？过嚟啦，帮手啦。喂，睇住我哋嘅黑珍珠号啊！系嘅 ，Captain Jack 吓。系 Captain Cool。 喂 ，hold 住，慢慢落。再啲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收油。喂，点啊？靓咗。 报告 Captain Alex。 黑珍珠號驚異墜毀，唔係啩？
搞掂曬啦。唉，去買宵夜。宵夜？依家係點睇？嚇，出發。有乜食啊？嗯？你覺得千蚊份點啊？幾好啊！又有責任心，又肯幫人，又有理想，又有目標。咁你咧？你有冇目標啊？冇啊！你知我不嬲都係咁噶。咁不如我俾目標你啦，後日參加SingCon贏個獎翻嚟啦。有冇咁兒戲啊？你怕輸啊？怕咪講咯。唔憤氣啊？唔憤氣咪贏個獎翻嚟咯。無聊激將法。如果贏咗點先？你贏到先算啦，費事喺度令我失望。最後我都冇報到名參加比賽，而張子玲喺SingCon完咗之後就同 GLAM 一齊咗啦，令到原本四人行嘅我哋變到得翻我同埋肥威。上次嗰個佢啲 project 份邊冇咧？點解仲未有嘅？未咩？阿 Sir 簽咗未㗎？咩？我哋上兩個禮拜先交啫嘛。大佬簽保啦。喂 ，Hello。喂。點睇呢單嘢啊？笑咩笑？你聽日準備得好好啦。唉，不要再説了，呢單嘢未準備過啊。嗱，聽日咧就 individual assessment 嚟嘅 ，Captain Cool 啊。唔緊要啦，你都自不在此噶啦。喂，講就咁講啫，考得好可以英國喎，英國喎老細。排隊都未輪到你啦，肥仔，自己儲錢啦。咁又係，真係冇乜人同你爭到嘅呢次。咁阿軒又真係準備得幾好嘅。OK 啊。Chilam 當時胸有成竹嘅自信，根本就冇人估到件事會發展成咁。Chilam 因為嗰日塞車而遲到，仲俾阿 Mam 鬧咗鑊金添。之後在 assessment 入邊失曬水準。而一直默默耕耘去做好每一件事的 Michelle 就意外感得到很高的評價，我估佢都應該很大機會去到英國噶啦。是呢，你是不是會去英國的了？未知道，不過阿 Mam 說機會都挺大。不是挺好的，都去英國，我想去都不能去啊，老闆。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啫。阿軒啊，你之前不是想看部戲的，我們今晚不如看啊。我先回去。喂。到了，到了，哎，等埋。轉頭幫我去 office 拎啲嘢啊。OK， 好啊。好 ，thank you。咦，你喺度嘅？係啊，我啲未執翻，我咪入嚟坐下咯。教堂食魚乾。好啊。嗱，首先食指就放喺度啦，中指就放喺啲夾，無名指啲夾先去騰啊。喂，温柔啲啦，知其他 office 啊。你哋兩個點啊？冇嘢嘛？你會去英國？嗯。咁幾時翻啊？我諗住喺嗰邊讀個 course， 讀完個 course 之後就讀 degree， 讀完 degree 畢業，我就會翻嚟考技師。我已經決定咗，我要做一個技師。你會翻嚟？嗯。
四月如歌。爱上了，看见你，如何不懂谦卑？去讲心中理想，不会俗气。我始终冇话到俾佢知，我都揾到我嘅目标，因为我想用时间同行动去证明。之后，高健威在学校的成绩虽然不好，但他乐观的性格和坚持的态度，令到他最终都成为了一个飞机维修员。张子玲就真的做了一个飞机师，达成了他的目标。相反，连振轩就去了做空中少爷。即使和他的初衷有少少分别，但他相信现在的工作也是最适合他自己的。而我呢，就做了一个音乐创作人。即使我们四个有不同的工作，但依然留在 Egg 这里服务，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希望将这一份精神继续成全下去。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伴我曾愉快的忆记。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咦，咁早走嘅 Alex？ 系啊，我要去接机啊嘛。拜拜。拜拜。